香紫贝天葵，还有一个拌黄瓜。今天吃素。炒地瓜杆啊，辣椒炒地瓜杆。辣椒炒地瓜杆子好吃，我最爱吃。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辣椒炒地瓜杆，很下饭的。
这个是剑兰鸡，这个是雪豆牛，叉烧捞面。学在纽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请关注我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谢谢大家，记得要开心快乐哦，拜拜。